哎呦我操！本节目由钢枪钢蘑菇落地做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吃法。哎呦靠！靠！人机！这人机太烦人了，四倍不要，要六倍，走吧。这就一个人喝，哎，卡住了，我去，一点也没给剩啊。我去，香儿墙都扔着了，那个人应该跑了，还没跑，没跑啊，完事儿，你说气人不啊？你志哥这言狠话不多啊，钢枪的，哎呀，还有人。附近好像还有人呢，他奶奶的，嘚瑟！哎，打脚！嘚瑟！我靠！哎呀，我去！人家有队友，就在这边。哎，就搁这！哎，你说气人不啊？哎，你说气人不啊？这神出鬼冒的小走位啊，老气人了是不？嗯，这有可能挂掉了，主动出击！哎呀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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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尴尬呀！哎呀，太阴了，打机港呢？直接打机港啊！这就是你志哥，他也很话不多。你这在哪呢？啊，搁这边。哎，咱搁这待着啊，守株待兔。哎，搁这一待啊，他俩想跑是困难了。嗯？怎么撇雷呢？他们也没看见我，为啥会撇雷？不对吧？他们有透视？怎么往我这方向撇雷？呀，看着我了！啊啊！哎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完了完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我是自玩酱，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